休想逃跑！报告，魏国援军正向着樊城前进。我要把碍眼的地方全都铲平，都近着点，跟我来。这里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，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想接近樊城，这就让我来阻止你们吧。欺负人看起来好厉害呀，不过我也会竭尽全力。站住了，那里是弱点吗？相比还差一点点。完成先锋的任务，主公，非常抱歉。太好了，这下就能赶往樊城了。敌将已被我击败，结束了吗？能够胜利真是太好了。